穿西装打领带，看着远方露出微笑，一张张复古旧照片中的男子，猛一看，这不就是蚁人纳豆吗？但你错了，本尊在脸书上说，以前我不相信平行宇宙，直到有粉丝传来他岳父年轻时的照片，还说连自己都怀疑自己拍过这张照片。两人到底有多像？比一比，同样都有圆润的脸蛋，眼角微微下垂，还有这腼腆的笑容，相似度真的超级高。纳豆还说他把照片传给妈妈看，没想到竟然连爸妈都讨论半天，都想不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。贴文吸引 5.2 万人留言讨论，不少网友笑说真的太像了，相似度可以列入博物馆等级。我在这边是真的蛮就是感谢我爸妈，就是给我一张水脸。其实纳豆一直以来常常调侃自己的外表，知道外表并不是他的特征，不过他也靠着精湛的演技拿下金马男配角，让外界知道自己并不只是谐星，更是一位专业演员。同样晒出复古照的还有他，气质短发，露出无辜眼神。艺人欧阳妮妮在母亲节这天曝光妈妈傅娟年轻时的美照，一副水汪汪大眼睛配上标准鹅蛋脸，颇有邻家女孩气息，让网友大惊这个美貌完胜林志玲。这就是我每天早上喝的迪密特健康营养早餐哦。而随着女儿人气高涨，现在傅娟退居幕后当女儿的经纪人。不过即使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，她依然余韵犹存，保有优雅气质，让人大赞她的基因实在太好。敦学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